过两天就要走了，过几天就要走了，把这个刷一刷。今天有太阳，给你洗一洗，刷干净了，就算刷干净了吧。这两个店这以后这几天就大扫除，每天干一点，每天干一点。下班了，家都没进。是啊。接着我去买啥？婴儿的那些，给朋友孩子带的。向左转。买的剃须刀不是？哦，对，还有给朋友带个剃须刀。行驶800米后向右转。今天晚上又在外面吃了。你想吃啥？你不说啊？对哈，饺子王酱。嗯，我在日本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饺子，那不是自己包过饺子。嗯，我想要不行，寿司也行。嗯，都行，看吧，看离哪儿近。好的。嗯。什么稀松？啊？衣服还便宜，才600块钱。嗯。好可爱吗？又吃甜甜圈，上瘾了。甜甜圈没吃够。家里有一个巧克力的哈，但我还是想。这是啥的？这也是巧克力的。是巧克力的。哦，我选个不是巧克力的，好像没有不是巧克力的哈。这种里面有那个奶油的。嗯。那你们家有没有？买了3个，500。早进面。496。500是25人民币。嗯。不好找啊，不行就在网上买。买不了，要给我妈买个呗。你买了吗？上次逛了半个点了，就买到3个，不过前两天也买了好多。去别墅再看看吧。现在是转到孩子这儿了，拿了个马油。油，这是孩子的保湿马油。还需要啥来着？你这脸和身体一起洗的，那不就是浴液吗？对呀，所以我在看没有哎。好像还是不缺。这都是卖婴儿用品的，小孩用品。就这仨装，买全了，就差刮胡刀了。それ方向一個で。ここ電気屋さんだ。ああ、没人了的。哎呀，電気屋さん。上司が、は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来买電剃须刀。我觉得日本的家好像房子都看不了这么大。是啊，日本房子这么小，摆这么大电视吗？买这玩意儿，人家都是贵的，也是贵师服务，给介绍，给找货。吃饺子，这店还不小呢。都8点多了，这里面还排队呢。哎，我决定换一家。饺子还没上，这拉面，好大的一盘炒虾呀！4个，还收300多啊，20块钱。嗯，还是吃饺子划算啊，尝尝饺子吧，来就是吃饺子吧。你小心飞呢。这饺子呢是猪肉、白菜、大葱，还行吧，比不上国内的饺子，但是也可以。哎，签证没下来，不是没下来，就是还没到。本来预计明天飞加都，只好改签了，顺延了一星期。干点活，把这个床下打扫打扫，不是这个沙发下面。吸尘器吸完了，拖一拖，大扫除嘛。按照正常计划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在尼泊尔，不过改签了，
所以说今天去泡温泉。今天好冷啊，目前为止还不到10度，去泡温泉去暖和暖和。现在7度，买咖啡买热的，真有瘾，真不怕冷，只有在这集合呢，又出去骑摩托。大摩托挺漂亮的，踏板居多。山里面更冷啊，下车吸支烟，看看枯水期没水了。不是，以前夏天都是水满的，现在就没水了，水库没开啊。我感觉这个水位差了10米。有、嗯、有。嗯。这个石头被水打得好漂亮啊。嗯。好玩。又来看庙了，这个庙里红叶红的比较早，所以说就来看一下。这个角度挺漂亮的，就我们两家，还有一对老外，一家子。这个景比较漂亮。哎，这个景漂亮。这个和尚让我们进来了。其实像日本动画片里一样哈，就是冰脚啊，有点凉，得脱鞋。嗯，鱼也肥了。嗯，哎，那条鱼好漂亮，红色的，好应景哦。锦鲤。嗯，不是黄的那种，它是，你看它斑红色的。嗯。小平面特别漂亮。整理的倒是挺干净。怎么这个小庭院他做的、哦、自己打理的，这是他们宿舍啊。嗯，哇，他是一个茶艺吧，也可以学。哦，就是没水了。嗯，他这小庭院做的，这就让我想起以前小时候看的聪明一休了。嗯，小和尚拿个麻布，就每天拿一桶水就拖来拖去拖来拖去，修炼大师兄。是多干净，弄的，反光的哈。啊，小日本都有洁癖，我发现。嗯，确实反光的。是，你看他是个喝茶的，做的多好，榻榻米的。嗯，收拾的干，哎，这个行，一边喝茶一边看景，就是太黑了。里面黑。嗯，这扫二维码干啥呀？啊，不是。募捐，塞钱。哎，光着脚，哎呦，刚说光着脚比较凉。这和尚带我们参观一下，嗯。